会宁时间埃拉尼的德拉夫利家拉梅颂德拉夫利阿埃哈尼，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耶毕沙罗嘎密毕沙霍。著名画家保罗高根和现代绘画之父塞尚都把毕沙罗尊称为自己的老师。事实上，在印象派诸位大师中，毕沙罗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领袖。面前这幅画作创作于1889年，现在是属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私人收藏。惠宁是在巴黎卢森堡博物馆举行的毕沙罗作品展上看到了它。毕沙罗努力在生活当中发掘诗意之美和快乐之光。他说，一切事物都有美，问题在于怎样把它表现出来。惠宁时间，法国巴黎。